晚一点我再去找你，好不好？喂 ，Kelly， 喂 ，Kelly， 听得见吗？三公主的碰回碰回，哎、欸，宝贝，阿你安怎？你安怎来啊？不敢讲，小沈啦。小沈。你离职的事情不要怪人家，那是老板娘的意思。今天多亏是小沈送我来医院，还不知道谢谢人家。你来了，那就好。大嫂，哎、欸，你要东西我买回来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恭喜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大嫂，我先走了。啊！还送人家？小沈，谢谢。小娟啊，就是无亲像因哥哥，因哥哥啊，家己较神。你拢知影家己爱啥物？谢谢。小娟啊，就是爱哭。细汉的时阵，甲因哥哥唱，唱输就哭。我每摆甲因哥哥讲，你得让伊一个嘛。哎、欸，小沈，这里。小沈，坐啊。小沈啊，就跟小娟像，拢唔知影家己爱啥物，做这行，还佫想这行，像伊安尼啊，要接公司啊，还要磨练磨练。小沈啊，你这个年纪啊，事业上重要，做代志爱专心，唔好像胖达安尼，知影无？小沈是否会放弃事业，得到？